家好。在回来马六甲之前呢，向上人宝宝分享的是第一次记录那么严重的灾难，而且呢所拍到的都与我有一点点的关系，因为其中一个重灾区呢是发生在我的故乡芝芝港。这个画面呢让我更加领悟到世间无常，国土为区的一句话。我最小的孩子今年14岁，这一次的水灾清扫活动他也有参与。他曾经是无肉不欢，完全是不喜欢吃任何蔬菜的那一种典型的青少年。但是呢从前年开始呢，他就开始与我们一起茹素。自从我茹素过后呢，我就常与孩子分享素食的好处。尤其是在这个新冠病毒爆发的初期呢，会与他们分享上人的开示的内容，还有很多关于素食如何对抗病毒的科学数据。也因为这样呢，这个儿子有一天自动跟我家师姐说他要与我们一起读书。我有问他为何做出那么重大的改变呢，没有想到他很潇洒地回答说，因为这是对的事。听到了马六甲菩萨们在分享的葵树，树现在是全球慈济人都是共同都在往葵树方向。光是一个葵树，其实所影响的是铺天盖地，向天空，那就是净化，让天空呢消弭掉了那样的污染，那对大地呢是保护大地，对人群呢是净化人的身心。所以推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！我们要推，要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发这一念心，推善容易，推树难，但是既发菩萨心，就不畏惧困难。我们总是对己要克服可以，对外呢来呼吁人人如素。我是谢一善，今年12岁，但是我吃素已经有13年了。为什么是13年呢？这是因为我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已经开始吃素了。我茹素是因为我喜欢小动物，所以我不忍心伤害他们。疫情期间我有自拍影片邀约大家一起吃素。去年2月份的时候，慈代师姑有邀请我当 superhero， 当时我发愿要募500餐素，因为500餐素可以拯救38只鸡。为了达到目标，上网课后我有向老师劝素，除了老师我还有跟同学及亲戚朋友劝素，爸爸妈妈也有帮我一起劝素，最后我们一家人劝了660餐素时。以善很不简单哦，那这样的劝素方法真的是老师也服了你哦，师公我也服了你哦，看你呢劝素的方向很明确要继续哦，不只是500个便当的数字哦，还要呢再接再厉那你要多劝多劝呢，可以呢就无数无数，哪怕你没有看到的一切的动物都受你的劝善而得救哦。这位小妹妹12岁，她是胎里素，从妈妈的怀抱里她就已经茹素了，所以我说感恩妈妈，妈妈呢的胎教身教了，
让这样孩子呢，现在那样的端庄文雅，充满爱心，他那样的爱护小生命啊，那样的激动，看看，给呀，鸡呀，他呢也会那样的疼惜着他，这叫做人，人的结有情，干么的有情啊，从小就要培养这个小菩萨，从小呢他就会体会到生命要尊重，尊重生命，那就是大爱的全部，大爱大爱，说人人心中有开阔的爱心，这开阔的爱心如何表达，这是表达出了真正的疼惜所有众生，所有的物命，这才是真的大爱，身体力行做出来。这看到了小女孩，她呢胎里素，孩子们上学呀，也不会受到了同学的影响，她还要呢向着长辈在推书，看线上她也在推书啊，她呢讲得很婉转，但是呢很有力哈、哦，所以说来，只要我们人人肯发心，年龄不分老幼，我们只要这一面心啊，近年来了气候的变迁，还有呢这两年呐、啊、这种疫情。真的持续一直到现在，这一波气的等于呢，我常常说，天有天气，地有地气，人有人气，但是呢，众生共业来时啊，那一股人气呢，就变成了一个病气。我说，众生共业。众生即是呢造了这样的共业，现在大灾教育现前了、啊、我们即时来共福业，不要共恶业，我们现在赶快就是集合起来，天天向天忏悔啊，低头呢感恩啊，我们天天师父自己每一天呢、啊、展开了眼睛，第一个念头感恩忏悔，忏悔昨天有没有说话得罪啦，或者是呢誓言讲了不对的话，有没有总是呢要时时忏悔，我们累生累劫啦，难免起心动念，所以啊不要相信自己说我都没有做坏事，我们应该要相信自己，就是过去的无明习气很难很难完全消除，何况呢人人啊还有一个这很细的那样的肉，在老掉去就如沙粒一样的那么细的沉的肉、哦、所以我们还是要时时佛法中啊要多闻法，大家付出的爱要如何呢永远呢、啊、做到了三轮体空呢、啊、我们要如何呢做到了念念都是为了这
爱护众生，不要为自己叫委屈。我们呢，要发心呢，为人群，这都是我们天天要学习。我们大家共同虔诚来祈祷。现在呢，总是唯一的灵方妙药了，总是要斋戒，要多推动。只要人人发心，上达诸佛菩萨听，大家天天自我忏悔，还要呢时时彼此感恩，有这样的心呢、啊，一段时间这一波就会快速的过去。只要人人肯忏悔，忏悔才能清净哈、哦，这一波的疫情才会快速过去。